对不起，我又来推荐这个五黑紫米面包了，因为 它又便宜又好吃。减脂期的宝贝也可以去吃啊，当个早餐代餐，没时间做饭的上班族学生都可以啊。吃个这个加一袋牛奶足够了，满满的紫米，而且它也不会齁甜啊，因为它是代糖，代替了白砂糖，所以一点都不甜腻。我现在每天都把它当做早餐，每天早上吃一个，因为我早上没时间做饭，醒了就开始拍视频。它是三层面包，一层紫米，一层奶酪。它这个面包杯的话是由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、黑枸杞、黑桑葚五种谷物制作而成的啊，很健康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。它这个很软，不会干吧？现在9.99不是发5包，而是发7包啊，这个羊毛给你薅。